宾吗？可以请给我。这个要遮一下。现在要来遮黑眼圈，用这块橘色的，常常也是调不好。然后泪沟真的很难遮，因为泪沟是一个凹洞。我也在网络上看很多化妆影片啊，遮黑眼圈这些的，但是真的每次实际操作，我觉得好难哦。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去医美啦，但是我又不太敢。我不敢打填充物，然后再来如果要去开刀的话要全麻，我觉得很害怕。生小孩麻醉我 OK， 但是为了医美麻醉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必要，我个人觉得啦，毕竟有小孩麻醉也是有风险的。最近周年庆买了这个一大饼，在我在网络上爬文许久的，我买的是一号色，因为一号色是他们最热门的颜色，里面就有好几个颜色，第一次用就觉得超喜欢的，果然没买错。像我这边毛孔比较粗大，就是这样子压一下，它就一秒雾化。我这边长痘痘，长了两颗痘痘，好痛。我平常不长痘痘，但是一长痘痘都是那种闭锁式的大门洞，很痛。今天要回桃园去跟朋友一起吃早午餐，那我们约10:30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9:00，我得赶快，鼻影是一定要的。再用这雾面的高光，面中也要用高光提亮一下。这个亮片色，还有这里，不要整条下来哦。然后眉头可以用手去雾化。然后这样子均一下，这个今天跟朋友的早午餐，穿的比较简单。冬天发胖，所以这个要遮一下。黑色的长背心可以遮中间这最胖的，那一方面也可以保暖。OK。我们要去那一间猫尾灯。跟朋友家在附近，然后待会我们吃完之后就可以去他家坐坐。啊，先点餐吗？我现在应该等下就来了吧。好，是吗？不是啦，那家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家在这一栋的后面。你先看一下。好，就坐那比较舒服，还是可以把那个桌子拉过来。对。吃啥吃啥？你吃过吗？还没。不过他们的功课都是你在看的。对，我老公也不想看。直走。也来录。小倩跟我们辣妹嘛。我是辣妹啊。
我今天会准备披萨，还有饮料，还有吃火锅，然后还有一些生菜沙拉。真的有用欸。下下礼拜又要去泰国，单身真好哎、欸。对啊，追星，我现在是在追星，追星，追星，要去哪？追星吗？追泰国的明星，就是他常播的那个。Baby， 对，因为他的马达在掉，这是一套的，就是分开，在蓝天白，在蓝天。我先帮我老公抓，我要联络给他。泰国很流行 BL 剧吗？女生，所以是 GL 剧，不是 PL。你们听 ，GL，girl， 哦，不是 PL 吗？他们就是他们就演戏，然后，但是他们也会唱歌，会不会？因为我知道脸会变形，我就这个，这很酷哎，好像没有插镜头。十年了吗？有对象吗？但是想说十年。你们公司都没有，公司这么小，是有谁啊？有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是有没有啊？原住民也有啊，都有。原住民很多哎，好多。对啊，说最新的了啊。原住民你 T 很多啊，你是 T 还是什么？啊 ，T T 的 T 很强。铁梯另外就奶梯啊，奶梯啊，对，一般的，一般梯啊，就是可以互相，对，互相弄。哎，他自己在收。对啊，妈妈哎，我以为会是我在收，就是他哎。你说你跟老公现在睡在一起？没有睡在一起。你不是说睡一起？我说他跟他儿子睡，我个人睡。你们刚刚不是说我们一起很巧？
我不喜欢他打呼很严重，非常严重，我是很浅眠的。我跟我说，我老公打呼跟雷一样，我还是照不上。不是，你现在没有耳机，为什么会听他打？因为我戴耳塞，所以你戴耳塞都没有用。没用，很浅眠的人，没办法。哦，好。我这是巧克力的。嗯。妈呀！妈呀！可是他真的想睡了。他很想睡啊。对啊，赶快悠悠。崩溃了。下去吗？自己指令你们就不能做的指令，对，就是像手比的，对，我说鼻子，你们就要比耳朵，对，这种就是反应，对，反应的，就是我讲什么，你不能被我讲中，懂吗？懂吗？先看，啊，太慢了，太慢，不是要两只吗？我告诉你，所以我就要远远的看啊，最近一二三，耳朵。一二三，眼睛，哦，完了，他输了，直接比就远，来鼻子，哎，我准吗？我准吗？直接比，我那你送谁？我送老公啊。那就来吧，现在就要猜了。对，我要数啊！我今年的有三耳朵，鼻子，用眉笔，好，然后再一个，一二三，鼻子。你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好看，我好看，你好难，我好难哦，你都直接耳朵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没有看到你自己，我没看你哦，同意没关系，同意没关系，嘴巴，哈哈哈哈哈，没想到有点难呢，难嘛，预备哦。我抖了一下，不好意思。耳朵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耳朵，没耳朵。我还蛮厉害的嘛，不要讲了。耳朵，就这样，不要讲。我先猜。对啊 ，OK， 先不做口味，他现在不想讨论。哦，你做瑜伽的时候可以用的，真的吗？对，可以，赞赞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哦。琪琪的不会失望，琪琪真的不会失望。对，它是零食类吃的，不是，因为蛮轻的。对，我说这一箱也太，你猜不到，假花。你用得到，我每个人都用得到。他家有，好像我刚有什么东西？对，我刚刚有看到，我刚刚没看错，应该是。放脚的，放脚的，放脚的。对，还有错的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那当然，不是放脚的使用，这么歪的，这个还不错，不错。用都不错，对啊。小分享，对，这是我的后面是背景餐券，不是 seven 券的按摩券。不是券，不是券，那是什么？现金，现金吗？不是，在演什么？你就真的拍不到，你就打开来啊！有两张，为什么两张啊？我知道，演唱会票，我们都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圣诞节的香氛机，我有红了吗？这可以吧？我会死吓到。你说不自己哦，妈呀！如果里面很多字的话，我不要打开。你还没多害